知道那个手铐的动作了吗？啊、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哎，这个。啊，学长好痛哎、欸，学长。后面好像有点忙哎、欸，后面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哎哎，哎，右转呢，右转呢。这边看来有事情发生哦，过去看一下啊，互相 cover 一下，不要升阶级，我就喜欢当交通警察，交通警察才可以看得到其他人的互动。不要再遮过去集哦。哦，这台高级的呢，这台高级的呢，这台 Toyota。华林车呢？各位，我们要开始跟踪阶段。这种厢型车哦，看起来就会有一点点那种怪怪的情况，所以我们就先跟着看看。喂喂喂！来来来，下来下来！我在等烟，你在那边挑衅啊！公然挑衅啊！哇哇哇哇哇！保时捷停车！哎、欸，没有枪了，怎么会变中指啊？对不起哦，国法家有家规啊，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子的。高速公路被尬枪你，我该聋了。停下来，停下来。哎呀，我对不起啊！叫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糟糕，我警车，我的警车！哒哒啦哒哒，哇，怎么办？快点，快点，赶快破窗！哎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去石头那边站好。来，手举高，手举高，靠过去， okay, 靠过去， okay. 靠过去。请问你的名字？麦当劳。麦当劳，这么爱吃麦当劳啊？对啊。你也有驾照呢啊？你怎么这样开车啊？因为我怕。怕什么？怕被抓。怕被抓？对啊，抱歉啊，害你的警车坏了。没，我那没关系，我等下请人家拖掉就好。哎、欸欸，我的车泡水了。没事，离开，没事，离开。我跟你讲，你要跟我回警察局泡茶了。好啊，车子。车子扣押厂吗？对，没错的。你等下就要去扣押厂，站着啊，不要动啊！我要呼叫总部啦，打个电话。我们要等人来啊，等人来。好好好，这样会被关吗？等下调查一下嘛。你紧张什么？我会怕、啊。会怕你还这样？你是什么藤原田海哦？哎，学长下面，来，你跟我上来，走。太多了。哦，他刚刚飞车啊，然后车子摔到海里面了。所以我觉得要把他扣回去，问他一下。来，那个你借我过后，借我过。哇，好帅哦，好帅哦！我也要这样子，不知道怎么弄。啊，你的车呢？我的车跟着填进去了。我现在都满座哎。没关系，你先压犯人比较重要，我再想办法。我先再接回去。好的好的，学长好帅。那我等下带回去之后给你办理哦。好，那我可能在这边等一下吧，不然怎么办？我车不见了。嗨，你谁？你应该知道吧？哦，那由于我的车呢因事故不见了，先征用你这个市民了，好不好？ Okay. 那麻烦你载我到警察局，你同意吗？同意。谢了谢了，开慢一点哦。好。我先跟他们讲一下，不用来载我了。他应该是刚那个啦。哎呀，不错哦，果然有考过考试比较好哦，是不是？我就说嘛，要守规矩，在这个国家你才会生存得很好啊，对不对？啊啊啊！糟糕，他该不会要去载我吧？啊，糟糕，让学长白跑一趟。你前面的路口放我下去就可以了。OK。感谢感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感谢了。OK， 不会。祝你一切顺心愉快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嗨，学长，他在里面了吗？我是你学弟。哦，学弟啊，哦，抱歉抱歉。他在下面。好的，感谢感谢。嗨，学长，在那边了吗？来，里面里面。好的。这个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过来过来，哎，跟我到旁边，哎，过来，劝你不要乱来哦，不然等一下再给你扣一个拒捕的罪名。来来来，前面来前面。来这里站着，烟熄掉了，哎、啊，烟熄掉是吗？对没？烟熄掉，来看我们，看我们，这里有三位警官要看你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麦当劳。麦当劳，
那你今天呢？危险的驾驶啊！如果今天伤及了无辜，你就糟糕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哦，还是要给你做一些这个法制的处理。所以在这边呢，我要给你开个罚单啦。胆小，抱歉啊，让你那么忙。啊，不会啊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还有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再让我发现一次这样子啊，在横冲直撞哦，我就真的给你关了。好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给他罚个便宜一点的啦。怕它太贵了，我念在你初犯，我给你开一张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走吧，来从这边，从这边。美国当然直接就 biu biu 啦，你车自己再去那个领啦。好，好啦，那自己离开了，慢走不送。拜拜拜拜，可以啦，这样可以啦。哇，那台 BMW 好帅哦，我们来朝圣一下。这台 BMW 也太帅了吧，这什么车啊，怎么那么帅？谢谢你。老 Z4 哦，这台是 Z4 哦，哇，有点帅呢哦。啊，哎，我觉得可不可以给我一支穿甲枪啊？穿甲手枪实际警员没办法拿。啊，我没有，他是正式，他是正式。我是啊，我是交通的、啊，只是有时候会遇到。哎，蛋蛋啊，蛋蛋，给他。哎，你是要骑卡拉车没啊？啊，不是，我的脚踏车一直往前，没办法停。那你要去安全的地方骑啊，你在警察局门口前面这样骑。哎、欸，你知道那个手铐的动作了吗？啊、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哎，这个。啊，学长好痛哎、欸，学长。Shift 加 G。哦，好好好。哎、欸，你手是安怎想等你啊？我可以试用看看吗？用啊用啊。Shift 加 G。哎、欸，抢劫抢劫！啊。那走。解铐包解铐，有抢劫有抢劫。怎么解开？F6 一样 F6， 抱歉抱歉，那我开我自己开一台，我怎么知道会这样子？来啊，换摩托车啊，差不多要下班了。看哪里在抢商店 ，Go， 不错哎、欸，新的功能哎、欸，我肚子有点饿了，等一下下班我们要去吃个饭。哎，不相干，离开，好了。各位，我要开始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了。我们去一个小警察，就是白白入账就对啦，就知道为什么我永远都不会升职了吧？现在可以加油吗？当然不行啊，去别的地方，你想被榴弹打到啊？车没有，叫拖车帮你指挥交通啊！我的工作，我们就这样子。不投降吗？不投降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冲进去抓你们 哦。再给你们一分钟的机会，赶快出来器械投降。我等一下会不会先被打死？里面的赶快出来器械投降。看来他们不太愿意哦。难赚钱，难赚钱，想想你的家人。离开啊，离开啊！你们想想看，你们身边多少的朋友？打了，打架了！哦哦哦哦哦哦！精彩哎！哦哦，小刚也进去了，小刚也进去了。哦，看来已经解决了，抢劫真的不容易哎，对不对？抓到了，抓到了哦！两个，你看。清洁工，清洁工哎、欸，垃圾工哎、欸，你看看，啊，我们来收一收，我们来收一收，没我们的事哦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好啦，各位交通警察要继续的维护交通啦，差不多该下班了，我们要去吃个饭了，好吧 ？OK，Let's、okay, go home。为什么不没有啦？不能直接开枪？你看真实在真实人家在遇到抢劫，为什么都会说？里面的歹徒听着啊，里面的歹徒听着，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啊，赶快弃械投降，好不好？回头是岸，都嘛是这样子，怎么会？警察也是生命啊，警察怎么可能会直接砰就冲进去，砰砰砰砰砰砰，不太会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通常都会这样子啊。如果他确定不要，那就谈条件嘛，啊，条件不允许就攻坚啊，就是这样子嘛。好，走吧，我们回警察局咯。今天工作也辛苦啦，等我买完特斯拉，我就要来买一间房子啦。挟持人质也是可以的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因为毕竟这还是游戏嘛，他没办法说真的完全招那种手段啊，除非真的有人愿意这样子演，那才有办法。好啦，顺利归还，我们换便服，准备打卡下班。我们再剩，差不多100万。我们就可以买特斯拉了，对不对？买完特斯拉，我们就可以来找房子啦。找完房子，我们就可以去工作了啊，就可以去好好的扮演我们的人生啦。